各位观众、各位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我是美国洛杉矶千之峰电视平台 Samuel D， 现在您收看的是千峰艺术台。今天要为各位来介绍一个歌唱的团体，这歌唱团体呢是在 Hacienda 洛杉矶 Hacienda 那个 city 在练唱啊，在这边是相当有名的一个合唱团啊。除了他们音乐非常表现非常好以外，令我感动的是他对台湾的一份挚爱的心。今天我们特别邀请他们团内的指导老师徐顺顺老师来到我们会场，同时呢还有一位蔡老师来到我们会场。我们先介绍，在我们右手边的是徐顺顺老师。徐老师你好。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呢是蔡盈儒老师。蔡老师你好。Hey， 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先请教一下，半音合唱团半是一半的半，音乐的音，我们知道音乐有全音，像印度那边有四分之三音，阿拉伯四分之三音，那我们洛杉矶有一个半音，可不可以介绍一下半音合唱团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它来由是什么，这个历史可不可以请你们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我们半音已经有13年的历史了。十三年就过了。在刚开始，因为那时候我们在东岸有一个合唱团叫做全音合唱团咱在这边我们开团的一些始祖的想说不然这边合作半音一半音一半比较谦虚一点，我如果唱音不告准的时候我是叫做半音这样受感所以他已经有13年了，一直都是在哈斯安达这个圣达教会，是圣达呀？不是在那个木谷，木谷教会这边，基督长老教会，对，在那边。十三年都是在这里，不是啊。近我吼，因为我拢在迄个一个团员的处理的 San Marino 迄个所在，是对遐开始练习班的。有一站搁叫迄个 Monterey Park 的霍姆加教会。练习，那这几年差不多，我想是差不多五年前吧，差不多五年前我们才到哈森达海。我知道你们是在10月30号就是年度公演嘛，那我知道你们今天也带 DVD， 我刚才有听了，那今天给我们听众朋友先带来什么样的歌曲，先让我们听众先听一下。我们在这个 DVD 里面的 recording 是它是我们在2008年的时候，在一个公开演唱的场合所录的 DVD。那这曲名是《故乡的残垣》，郑智仁先生所写的一首歌。各位乡亲、各位朋友，我们现在就先来欣赏这首歌，马上回来再访问他们两位老师。Thank you.
那请教一下徐老师啊，您带这个啊半音合唱团也有一段时间了哈，你们这个演唱会是几年几百年，还是一年两三，还是有一年好多次公演一次，还期待很多参加表演？我们半音合唱团每年自己团本身的公演是一年一次，目标上是一年一次。是不过迪耶古尼耶去年当中我们表演的是蛮多场，因为我们现在是在牧谷长老基督教会这个地方在使用他们的场地，所以他教会有所活动，我们也都会就是尽量的 support 跟支持。那还有像有时候像228的音乐会，或是哪里有一些需要我们台湾人合唱团出身的地方，我们也都会尽量的去 support 他们这样子。是这样哈。各位乡亲朋友，今天来了两位老师都有专场哦啊，我们徐老师她是非常著名的女高音哈，下次我们有机会我们再好好的访问她啊，还有她的音乐。那我们蔡老师他是一个主修钢琴的音乐家哈，他是很谦虚说他只是资深团员哈，事实上他是一个资深音乐家哈。那请问蔡老师，你在这个合唱团嘛是算资深了哈？算资深美女音乐家好吧，没有，算是老人了。请问一下，你在那个合唱团那么久，你对合唱团一定有相当浓厚的感情嘛，你可不可以来聊聊你所认识的半音好不好？嘟嘟开始的时候，半音是成员是跟现在是有 很大的不同。哪一点不一样？以前刚刚开始的东西，从那个各社团，要不然就是每个教会里面找他们里面的精英，要不然就是圣歌队的指挥，要不然就是音乐的学音乐的专业人士，所以以前的成员就程度就比较齐。是，这个是我们差不多刚刚成立的时候，大概成员的 type 就是这个样子。那但是近几年我们有经过，就是我们有一些重整，是呀呀， yeah, 就有一些重整。那因为成员的流动性很大，是，所以等到好像三年前许勋勋老师接手的时候，成员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里面已经就是专业的或者是真正学音乐的人士大概没有几个，其他都是爱好热爱音乐的人。那这样唱起歌来应该更快乐哈。所以虽然我们事实上我们现在的团员平均年龄大概都已经六十岁以上，平均年龄六十岁。换句话说，声音就成熟的掉。就是大家呢，这是很卖力、很用心、很努力在练唱。所以是很感动。所以我们每年都有一次演唱会，我们就欢迎大家来聆听我们的音乐，同时我们也借这个机会来招募新的会员。啊，你好，听说我是以前听说你们的会员是来自很像不同 city 哈，他们练唱是不是开很久的车才会来呢？哈，是不是这种情形？现在是这样子，还是这样子，还是一样。对，他们像我们刚刚在歌唱里面那个 solo 陈宗宁先生，他就是我们开始的半音合唱团一直到现在的创始元老之一哈，那他也都是从 Torrance 每个礼拜这样子过来，然后也有从 Orange County 的那边每个礼拜都是就是这样子过来，有什么活动就来 support。Torrance 塞加马要一个多小时，一定都一个多，而且我们都是星期一晚上练习，都是 traffic 的时间。他们都是选时间。所以都每次大家都是真的是很热爱唱歌。那刚开始我想是这个团体不一样的地方是没有错，是有很多都是专业人士，有学音乐的，或是说以前不管你是不是唱歌的，可是都是有一些音乐底子的人。那我们现在也是，其实也是还有很多都是以前年轻的时候可能是音乐主修的，可是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相夫教子一段时间，那现在小孩子大了，有时间自己来 enjoy music， 再回到了这个半音合唱团。那我希望
我们现在我大概是在两年多前把半音就是我本来是半音合唱团的声乐指导，是可是现在就是在两年多前我开始当半音的指挥，以后我想用不同的方式跟态度来对待这个团体。我相信音乐是一种生活的艺术，那你要去 enjoy， 你要应该要去 enjoy 它，可是不是只有对我来讲，我觉得不是只有你受过 certain 的那种训练的人才能去 enjoy music。Music is surrounding around, you know,、in everyday daily life.、所以应该是每个人都可以去 enjoy 唱歌，尤其很多人他讲话可能跟我一样，没有办法能够那么 smoothly 把我的 idea 传达，可是利用音乐可以做得到。这个就是说，我想也是帮很多人可以疏解一下心理的压力呀、来半音唱歌其实就是大家 enjoy， 那不只说你 enjoy 这个 music， 现在我们半音也变成一个大家互相关怀然后很有爱心的一个团体。是呀，从来没有人会去 criticize 说哦哪一个人唱的不好还是怎么样，我们互相扶持，然后在这个还是希望最终止还是在希望在洛杉矶这个地方哦，虽然很多我们有一些团员是真的没有音乐的 background， 可是大家还是因为 join 这个团体可以再为台湾发声、我们需要这样的团体、那好的棒、这样子的话，假如是不会声乐的话，到你合唱团还可以跟徐老师学声乐，可以从头学起，从头学起，那个团费不会很高吗？不会。哇，那比刚上个人声乐课还嘛？哇，便宜太多了，这个便宜很多，真的是这样子哈、各位乡亲，各位朋友，半音合唱团有它悠久的历史，而且呢，每一个团员对台湾挚爱的心啊，我们这些侨民都可以体会得到，从他们演唱的曲目都可以发现得到啊。所以参加这个团体不但可以认识很多朋友，同时可以跟徐老师啊学学声乐啊。还今天非常谢谢徐老师，谢谢蔡老师来到我们节目里面啊，谢谢你们。好的，谢谢徐老师，谢谢Samuel， 谢谢。